掀开经本，刻注卷下第八十九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注雷云天品第十三。这是本经最后的一品，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的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举臂摩顶。一方面呢表安慰，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下面佛就说了，这在第九十面，请问二座是也，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这是表爱之深托之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又说如之慈悲也不可思议，这是赞他的意义，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披
平等的价值，这点不可思议。如知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也是为我们做种种实现。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知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与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界中不能得见。这个赞叹是赞叹到了基础的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千万界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对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一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之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菩萨信德开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
地表心地，藏于宝藏啊。我们心地根心理地，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四桩。啊，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是现代一些宗教家，啊，赞美上帝，赞美神，啊，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觉悟，啊，应当啊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一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啊，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了，与我们是大有关系。啊，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啊，不但认真努力呀，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啊，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之一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的记载，显示出世尊苦口婆心，慈悲到了基础，既无今日逃离诸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这一段话，记无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这一会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
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啊，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啊。华严海会呀，地藏这一会呀，也不例外。啊，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桃李天，啊，地势的天宫啊，与会的大众也是净虚空变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啊，你一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多么大啊！所以称诸天。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啊，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啊，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啊，哪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啊，《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啊，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啊，十方诸佛赞叹，啊，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这就说明罗舍大师的译本省略，啊，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啊，这一切诸佛赞叹，啊，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啊，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呀，有始有终，啊，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啊，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啊，说十类大众啊，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个大会当中，
再以人天度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车中者付诸于汝。啊，这个在跟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啊，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嘱咐了啊，现在再一次的付出啊，为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啊。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啊，专门指这是六道一切众生啊，在火车中，火车是比喻啊，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三界火之，火是比喻烦恼啊，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因果循环，苦海无边啊。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佛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啊，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啊。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道理在此地，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呐，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多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众生堕落三途，真叫自作自受啊！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子呢？佛劝众生，魔骗众生。正是所谓呀，一切众生的听骗不听劝的，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去了；跟着佛走啊，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
所以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说何况更落五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啊？千万亿劫。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非想非非想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八千，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无逆十恶，十恶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于一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躲三恶道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喊破喉咙也枉然。心里面是忤逆十恶，口念弥陀有什么用的？还是要堕无间阿鼻。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
绝对没有啊！啊，忤逆食物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刻念作善，念是妄念呐，就是忤逆食物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刻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的，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这法子很多，是不是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升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呐、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了。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啊，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
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道理在此地，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虽有四徒，四徒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徒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行之法，我们讲到这些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啊，它是平等的。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比如说都在一起上课一个教室吗？十报土地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圣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现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起处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这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请看下面经文，地藏啊，这是又叫做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啊，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难言菩提众生。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至心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也。若遇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啊，我们要知道啊，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可以说呢，他的愿望啊，性啊，可以称作为性格；不定啊，变化太大了，啊，实在说是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啊，这个智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啊，而且呢，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呢，恶多善少啊。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都是贤人呢，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呢？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可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所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
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真心本性的，所以性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性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的，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的，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那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多善少。诸位读过《白话明门论》，《白话》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26个，跟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那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那遇到恶法的时候，他念念增长。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力量强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啊，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听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呢？遇到恶缘呢他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他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成就，所以这6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
警觉性。那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眼，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他执行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厉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最近李牧原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发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一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广学多闻呐。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玄。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
事法是舍，舍这是越多越好啊，增长你的常识嘛，啊，所以学识嘛，啊，你要广修德文，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啊，欧阳靖武办内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贤人，高僧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的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啊，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啊，遇到演培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包了一个巴士，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就参加了。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延培法师很感慨地对我说，讲这个佛学院，真正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哲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
佛法也是如此。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个特殊的教育，它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的能，信德的流露啊。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世待人接物，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的路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诲，不违背这个宗旨，流布佛法了，教化众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走向一个佛学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那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得不到它的实用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学佛会成佛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学佛才能解决问题底下这世尊接着说一世之故无分世贤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
啊，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啊，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啊。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啊。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啊，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啊，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啊，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当年过清寺的啊，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啊。哦，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啊，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啊，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啊，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啊，就是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你看这个法多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这再教主特别说呢，殷勤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
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附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所以天人是善多恶少，越往上面去呢越善。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呢，到色界天呢，禅定功夫深，物欲的念头啊，完全被降服住了。那么以及这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呀。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底下是比喻啊，一毛，毛是我们汗毛，正报里的最小，一尘，这一报里的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也就是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这个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于是我们得大安慰，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我们有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啊，那就是种了善根了。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地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的，那就是我们与恶缘又念念增长，这个就没法子了。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地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不听教诲吗？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代佛啊！佛灭后之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啊，在这三个法印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咐嘱。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啊。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啊。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呢？
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的，这凡夫之见啊。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啊，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这是凡夫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随喜。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乘，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
实实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现前知识之中，这个知识正如古德了在注解里面所讲的，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的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啊，这叫识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这个敬而言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个就没有敬意了。就是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水业报应落在误区。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所造的业，业系种子，
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啊，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啊，这是因的，业因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啊，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啊，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啊，这是真理呀，是事实真相啊。迷惑人呢，感造业，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啊，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啊。菩萨觉悟啊，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啊，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起。那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呢。纵然旧有的这个恶习气欲缘起现行了啊，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啊。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习种子啊，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啊，梦中境界都是业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业习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种习现行啊。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卧境也好，通通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这个叫真修行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功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于真实利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德等可见的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里面讲未来世中
是指佛灭度以后。若天若人，这是讲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这一业报应。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啊。人生到底是要干什么的？是来酬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你都是来酬偿你自己的业报啊！可是我们迷惑，在酬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这是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极其细微的相在哪里？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它在念念之间呢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多，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你仔细观察人道里
有人道里面的天道啊，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恶鬼道、地狱道啊，我们都是这里是人生，在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引业啊，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啊，我们都得的是人生，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啊，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啊，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啊，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啊，满业是善恶果报啊，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啊，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啊。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讲十界范围就更广了，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啊，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啊，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啊，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啊，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啊。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重重无尽。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啊，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个就是一法界了，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重重无尽啊。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网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啊，诸佛菩萨的观察啊，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上不错了，你透了一层啊。可是
任何一法了，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啊，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啊，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啊，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根本呢？法界里面真正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啊，那是你真正其如。没有其如，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集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理念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事相当然更不存在。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都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自信智慧德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是入这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嘱咐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就方便救苦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了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